哥，喝水。小妹啊，你这么急着找我来，是有什么事吗？哥，我想跟你说个事。大黄，大黄最近下了班都不回家，周末了还老说出去有事情，整天都没见个人影，都不知道他出去干嘛了。好，知道了，你放心，等我消息啊。哎，美女，不要乱扔垃圾。你个臭保安，多管什么闲事呢？垃圾自然会有清洁工来打扫。哥，你那么着急叫我来这里干嘛？你看，大黄啊，他平时除了在公司里面上班，下班了、还找了一份工作，就是在这个公园里面当保安，就算周末也要在这里巡逻。你怎么说话的？没有我们游客，你们吃什么喝什么啊？还管到头上来。嘿，他为什么这么做，我想你应该自己心里面最清楚。大黄，美胜不过放手，有雨点滴落，你拥抱我。子珊，你怎么在这儿？你为什么要在这里啊？你为什么要在这里工作啊？子珊，你先别生气，这里人来人往的，不好。大家好，我是六六，喜欢我们就关注七点半，每晚与你不见不散。